所有的市民对我们台北荣家所有的长辈 的这个关心关怀，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台北荣家服务大台北地区，包括新北市，包括台北市，还有包括桃园，也很多的长辈啊都到我们台北荣家来。那我每一次啊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有想到各位长辈。那刚才我们家主任也特别提到，这是应该的，我们对于所有的长辈荣民长辈都是充满了敬意跟谢意，感谢大家对国家的贡献。中华民国没有这个各位荣民长辈啊，没有今天，那我们这个地方政府也一定是要随时支持我们荣家的所有的建设，不管是台北荣家或者是板桥荣家都一样，都在我们新北市服务我们所有的长辈。那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。那最重要的是要健康，大家越健康越长寿，越健康活得越快乐。那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荣家啊，我们现在推动的这个动健康啊，就是运动健康。那我们这些所有的长辈呢，这边环境这么好，多多运动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的复健的功能，也让各位长辈能够动起来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这个健康快乐平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